就跌倒了。我是按住 R1 才前进的啊。呵，就见鬼了。要不要？要不要？反正 I1 一前进，就走第一步就跌倒，莫名其怪，莫名其妙还按住。慢慢走啊！为什么还是变跑的？不是按 R1 吗？这边 R1 没有效这边 R1 没有效，还是会跑起来。被系统喷了。对啊，这边按 R1 没有用啊。你按住 R1 往前跑，他还是给你跑起来。对，他这边框你。目标在哪里啊？后面啊。为什么不能走？也不能走，他走哪里？这边也不能走。他目标不是在那边吗？我又不能走啊。还是那个啊，那个是终点，那个终点，搞错。他的目标在哪里啊？这次华人是怎样？太智障了！连那只是错了，他们骗往前走而已，一直在滑的人。看滑的是北七。平衡手链。按错了。这是什么？滑滑滑，耍白痴。